低筋的面粉，我可不可以来做看面包？因为这摆在这边也没有用，我想把它用一用。那我这次想说我用用看海藻糖，好像最近蛮红的，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然后试试看才知道。酵母是买这种酵母花粉，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茶。我刚把刚刚面的东西把它搅一搅，最后再倒入。It's a chance to start over new, 'cause I missed you so I'm letting go of everything but you. These are the good times with you, baby. Yeah! It's just gonna be you and me. 忘记加一个东西，他们好忘记加油。没关系，现在加应该还是可以来开发箱子。Christmas memories.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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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h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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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Oh oh. 等待它发酵，把它剪成一束。
哎，这次的比较有层次，好像有成功。把两个叠起来，然后像中间一样。这好事多买的器材，好像也可以加进去。好像就是完全是 DIY， 想用什么就加什么。不然还要二次发酵。接下来会剪一些那个烘焙纸，然后叠在上面。这是我这次做的还没有第二次发酵的花卷，超好吃。但都蛮真材实料，等下蒸出来才知道会怎么样。好期待。那接下来做二次的洗面，就是锅子装冷水，先不要开火，然后盖上盖子十分钟，之后再开火，就是滚，要算滚的时间，再往后大概15分钟的时间就 OK 了。